即将在2020年举办第23届世界兰花会议的台湾，属于太平洋花彩列岛的一员。经历冰河时期与欧亚大陆相连又分开，演化出许多台湾特有种。加上台湾地势高度落差大，拥有热带、亚热带、温带、寒带等不同的气候带，有极高的物种奇异度，造就丰富的生态系统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让小小的台湾有超过400种的野生兰花，是名副其实的兰岛。第23届世界兰花会议的主办城市台中，更是全台湾的文化之都。从文化艺术、流行时尚、历史古迹、宗教信仰、庶民生活、潮流文创，到田园风光，多元的环境使这片土地兼具了传统的氛围以及现代化的气息。在这里，不同的角落拥有不同的风情，每一个转角都充满了在地故事和动人情怀。兰科植物是世界上开花植物中分布最广且最具多样性的科别。然而，随着人类的建设发展，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，兰科植物也不例外。为了让下一个世代的孩子有机会亲眼见到台湾珍贵的兰花，台湾许多民间政府机关利用生命科技破解兰花基因密码，并积极与国际分享交流，进行兰花繁殖与产业结合，更希望透过基因技术培育出色美丽的兰花，投放进市场中，利用市场机制杜绝珍稀兰花的盗采行为。我们希望将兰花护育的理念向下扎根，建立兰花保育发展的平台。本次会议以4大元素作为策划主轴，并划分4大领域，共同进行学术交流、国际兰花组织的合作与讯息交流、兰花物种资料库数位化及兰花物种名册编纂，并推出5大亮点计划，让台湾能与世界有更多交流，也让来到台湾的各位有更多收获。诚挚邀请您来台中参与第23届世界兰花会议，我们2020年台湾见。